着他的红酒，找回属于他的年代。往这世开去，回顾所有往事回忆。爷爷他脸上的龙马笑容，但藏不住压抑。失去了这一次机修，老是回想过去的时光。大人们以为出门这些已经放百分的心，就不知道爷爷会随时跌倒。爷爷他的期待慢慢变成无奈，大人们始终不明白。是陪伴，也找回他自己，比你想的还简单。爷爷他的愿望无法变成期待，只有爱才能够明白。他想走来走去，去做他的最爱，请把爱收回口袋。记得爷爷中风生病时，家人来看望着他，就像奶奶心脏生病时，他们就差53，借口却拿不到任何利益，不知道该乐不乐。我看他们吵来吵去，就觉得自己不快乐。我难过是因为看祖父母脆弱而难过，我失落是因为看祖父母担心而失落。大人们根本不体会祖父母的用心，只能看经济就安排时间，下一步的决定决定他们的人生，决定在于心情。想换着方法他们觉得都不行，没有温暖的家庭，我仅仅选了岁月。我告诉爷爷我很好，我不需要改变。我说不要觉得难过，这只是一场旅行，只是对自己和要如何看生活。我握着爷爷的手，无法用言语来形容。放心吧爷爷，我会让你看到我创造世界。爷爷他的期待慢慢变成无奈，大人们始终不明白。他要的是陪伴，也找回他自己，比你想的还简单。期待有爱才能够明白，他想着去做他的最爱，把爱收回口袋。爷爷他的期待慢慢变成无奈，大人们始终不明白。是陪伴，也找回他自己，比你想的还简单。爷爷他的愿望无法变成期待，只有爱才能够明白。他想走来走去，去做他的最爱，请把爱收回口袋。